啊，无无，你根本是国庆啊，大条，我介意啊。袂啦。无你欠这条，无条了，袂。袂，我会啦，我应该差50块下去。我不给标的，我只会，我只会，我只知道说抓气氛，说接下来大概会涨还是跌这样而已啊。但是我不知道个股，我不会标的。那这么一卖啊？个股我很难，我不会。但是大盘我大概大盘比较好抓。这卖用袂你赢了，无你讲我咧卖啊。到底好，小心。看一下，他无跟那个他对面哦。哎，他无毛有迄落啊，毛种毛灰机啊，灰机个数啊。有啊，顶礼拜要甲你现在甲你，你当初你去看下1000块，1500块。对啊，现在是抢钱的时间啊，这个时间，但是时间不会太久。你会记？我觉得时间不会太久，抢钱的时间不会太久，就是这阵子是最快的，然后再过一阵子以后，它就会开始。啊，好无聊时间啊，都不涨不跌这样子。变两千啊？无啦，无。大亨说他买了5000万的债券。哦，大亨说他买了5000万的债券。5000万，你买那个5000万债券，这边花个50000，你那边啰里吧嗦。债券买50000万，这个买50000块，叫你来买50000块不要。我翕相的话，小万早，玉峰早。你几个够水耶？够够大米耶？那个我喜欢那个。200，是为什么？对啊，那个最近的股票一个礼拜就差10几%了，有些买到的话，直接就喷一倍了。看一下，以前我在你地啊，还不来，好，很多有一些人不买股票的，我不讲了，你怎么不拉稀哦？不拉稀我要购物呢。哎，要购物，然后还是不要离的了。没有啊。嗯。都以为哦。你找老古，咱老古要等着你钱，有，从这钱无。从这钱，哎，这种也较好呢。哎呀，就从这钱，这啊，这个拜六都，今日拜六都买起来，人不爱我。跟你讲，用钱赚钱很快，用钱赚钱很快。像这个礼拜，我光那个11月这样子，钱多出来的，钱多出来的，人家就要赚一年。他说出来的钱，人家就赚一年。你根本没有做什么事，就多，就比，就无缘无故多了钱，人家要赚一年。五百啦。无啦，我讲老啊老啊老。老伊哦，老伊干啦几万啊尔哟，几万要出钱啊啦。啊，几万提三百。几万多少只？你多少只哦？多少只？四只3200，多只1200，几万3800。那个腰痛，你知道吗？年纪怎么办？啊，别个女生一共腰痛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六条。如果你不知道买什么，你就买最基本的10050就好了，或是买台积电就好了，这样是最稳的。200。如果不知道买什么。不要把现金放在那，我就是回去就想说，哇，现金放在那边，他就去买，另外一边就买 ETF 啊。不了了，包粮。你就相信台积电，你就相信台积电。200，阿妈200，几包呀？如果什么都看不懂，你就相信台积电就对了。100。牛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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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牛肉
我一台遐尔，我一台遐袂起来哦。啊，二只，二只。一台遐，遐只，啊，有那老鸡，正经。我那啥。这拢是哦，这拢我哩八百了，拢我哩全部拢我哩，七百。哪里啊？哎，七百了，七百了。加一场，等一下就直播了。突然掉下来100万，你也无感？怎么会无感？你一百万，你如果那一百万你不知道干嘛，你可以捐出去帮助别人啊。是假是假，很多人需要钱啊。如果你真的一百万不需要，你可以捐出去啊。很多人会谢谢你啊。五百，哎，三百，无七百，三百多千啊。那个会计，他今天不是会计吧？哎、欸，会计啊，会计。今天是乌鱼子，不是会计哦。我会计啊，会计嘛，我现在有。哦，安尼一件偌济？什么件？一件。会计啊、哦。嗯。五千两。五千。五十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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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五千块。就辛苦，不得嘛哈。来，五十片啊。五十片，五千块，要吗？啊，不要，不要。多少呀？多少呀？钱在银行只是数字，嗯，不一样哦。你有没有欠过钱？我欠人，欠很久了。我钱被钱逼到哦，不一样哦。你还跟我讲讲无？讲，我讲你外口银行外口是钱是用在啊。哪个？你这样一个会在你们两个半，嗯，你讲在呀？你袂介意，我讲会在，伊讲不晓得来，不晓得来，不讲哦，等下要讲付银行，才会在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啊，我无财神的做，来来去。我不晓得来，我冇看人是啥型的啦，伊讲无关的，袂忘记。你有冇报销时间？你就去看下。迄阵是正好型的啦，我袂骗人。迄阵讲迄阵分到一个好家人去啊。哦，伊买袂歹歹哦，伊买呀，伊买物件袂歹，物件拢拢，啊你也知放心嘛啦，拢拜放心啊，对啊，拢中标啦，中标，大只拢在。啊来拢讲，啊迄个有几箱无？三分之一。伊大面来讲，迄个有几箱无？较大只只。伊大面来拢问我，迄个有几箱诶无？安尼呢？侪啦，你白箱伊红衫伊先，是吧？几尾吧？哎嘞，哎较大尾吧。现在几尾吧？我俩个聊个聊啊，北京我们自己聊。太欠你啊！北京聊聊。你要会计，你要一件哦、喔。你在台北看有没有人过来 ？OK。如果你有，如果有看到有人要，有人要过来的话，我帮你留一箱哦、喔，帮你留一箱。你惊啊大只啦！只不过就好你惊啊都，你家己来。只不过就好你惊啊大只啦，我。哎。啊，再过来啊！爱叫你共款啦，你两个共同个就爱食鱼两来。玉琴你好，你好，今天不能偷吃呢。安怎？薛清文早。那今天我够行的啊，我够行的，你讲个无关的，真不行啦。我一度开始也无熟悉，我也是讲，啊，你有当只去尔。对啊。连那白头山嘛差不多。对啊，我嘿啊，真正很快就啉着，我想那今天那走出来啊。蒙古人把钱拎啊，好讲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玩股票就是，你吃，如果你去吃面，你会计较那五块钱。啊，给五块，给五块，去最近那起五块，但是你股票赔五十万，你都没感觉。啊，你不要玩两张 K K 哦。不啦，两块拢 K K。不然你有啥不乐意？做事就只做意，这种真能，你啊真能不老费钱，今天交啊！哎呦，你都下啊，你为着下啊，哎呦，一空了啊！哦。不然你那有诶，敢有你手表白？这无啦，这白种诶有啦，这白种诶较有啦。哦。那这种拢关系，这种老票，这种做上最正，不然伊最正都贵啊。哦，房贷2.3%，套利6%，美债可以啊。如果你
你的超美国生人这样，没有人跟得上。你个左脚，一路啦，我叫你进来，你进来，但是很多人连房子都没有，好，你联络一下哦，可以的话赶快来，留一箱给你哦，拿一箱给你。那几块能吧？啊，给你。要吗，老板？哎，别抽烟了。哎，弄好你个包了。你往哪去呀？大地二楼开。这半箱的呀。对啊，大亨说的没有错，但是这个要走出第一步，走出第一步，你就会觉得啊，原来别人弄钱是这样子弄的，那我还每天在那边工作，好辛苦哦。我跟你讲，说真的，我没有做业配啦，我只是说，真的有差啦，真的有差，你会。觉得原来人家那么轻松过生活是这样子的。谢谢你的哈。哎，我的，我的。无你的哈 ，OK。这一档也是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有乌鱼子吗？有，今天有乌鱼子。那个有没有看到？在分赃了啊！在分赃了，有没有看到乌鱼子？今天五千五百块无啊？伊即摆伊个台北伊叫人看有倒来客无？伊总啊有人来客就客啊，但系无叫伊去做啥客啊？唔是，伊即物伊想要今仔日客啊。哦。啊，伊即，伊联络朋友，看卖朋友有啊，都过来客无？一两百，够点了？十八啊，够点。哦。年轻人早。小天早。我有一句吧，这样三米一千来，耶，三米一千来，再进来，再进来，每个人赚钱不一样，赚钱方式不一样，只是像我几年前那个房那个，哎，老板一千个一斤，这么多，那个房价那个方案啊。平均地权那个，平均地权还没发，还啊？那个无人买啊！你，我们这得天开缺，你要吗？好吧，新个人啊啦，我阿你摆个车啊。啊，我等下看剩偌济啊。你搞这草地咋？猜到猜，诶，会计啊！啊，结会计，结不是会计啊！嗯，结会计，结会计，都赶快啦，赶快来！赶快是会计啦，系啦，结会计啊！内底有会啊，佮无会啊，尔尔。哦，系啊，啊，有个人爱食这，有人爱食迄，不一定。你就算从内底吼，伊就是出来吼，啊，感觉会啊，来会来，从内底有会就对啦。哦，系啦。啊，食口感无差。口感硬看咱无，伊就是这种有较粗一寡啦。哎呀，佮炒一挂，佮炒一挂，哎呀，佮炒袂啦！你两行个钱啊，用我过两个月行啊，啊，摕要食成倒酸啊，是到你无安尼着啊，迄就食无啦。食袂出来，迄是假好食，我都食袂出来，佮袂好食。老板，你要什么？要什么？我只是跟你们讲，这个东西是有钱人创造出来的世界，所以这是他们在玩的。他们也希望你们不要去玩，真的。当然，他们玩的条件更好。哎，别玩，咱们讲我别玩啊。我们的条件没有他们那么好，他们那么好。我有还几十把，哎，而且五百块七只，七百五百，还有几百只。这社会啦，才红那年啊，伊拢差不多，伊个伊嘛不赖。是啊，五百块七只。
昨天我才在跟我老婆聊天呢、啊，她跟我在，她在学英文，她在学英文。她在想五年后的事情啊，她说五年后她可能现在做的事情没办法做，所以她要用学英文、日文、越南文、韩文，到时候必须要有可以用其他语言来教课。其他语言来教课，因为就是想，你就是想三年后、五年后的事情，你可以怎样可以更轻松这样子。我们只是想要更轻松，有余力可以再去帮别人，不要自己已经很累了都没有余力帮别人。如果你有。可以更轻松，然后多余的余力去帮别人，这样就更棒。你哪里做两包好了？哪里做两包？喂，爷啊，爷啊，爷去爷。那做三包了，唔做两包了，做三包对了，唔了，两包做三包了，两包爷。秀局长，像我在做的事情，有些人还觉得我很保守啊，有些人还保守，像有些人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买期权？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我能够承受的心理因素。有人说那不危险，但是我觉得杠杆到一个程度以后，我会不舒服。那如果你买东西，你投资会让你不舒服的话，就不要。要让你舒服的方式就好。那如果你觉得 OK， 不会不舒服，那就可以。什么呀？在农场啊，农场，那无你家的。你啊，无一礼拜来放一顿，一礼拜来放两场，超过一礼拜放两场。好，好，好。两包五百。两包五百，一包三百。好，那讲完了，今天的想讲的话题讲完了，然后再介绍。再讲一下今天的东西哦，是木鱼皮，是木鱼里脊，是木鱼丸，然后白带鱼、金木鲁、乌鱼子、沙茶羊、白鲳、虾仁、蚵仔、虾皮。阿妈，刚才有人拿整包了，我阿姨来，两包吧，黄沙，大的白鲳，单懂的卵丝，这个应该没有很多，这个应该没有很多。然后柳叶鱼、章鱼脚，鱿鱼翅、黄鱼，第二种蚵仔。我过遐，我就家食咯。靠丢很大只哦。到啦。靠丢很大只哦。我要学那个贵州幺妹。哦，你这个靠丢很大只哎，好吃哦。大哥，你从哪里来？哦，你从山上来哦。吉姆鲁，那个贵州幺妹有来拍吗？来乌日拍，他已经卷成一片了。他的片子二十几万人看。乌鱼，我敢在乌，我唔在啊。红尼罗、七星鲈、石目鱼，另外一种片，青鱼片。然后唐扬鸡、咸猪肉、鲑鱼下巴、贡丸、羊肉炉、黑胡椒牛柳、牛肉炉、姜母鸭。多少钱？有超百块。石目鱼肚、鲷鱼片，来，一中凿，八号啊！秋刀鱼没有吧？
没有没有秋刀鱼。今天没有秋刀鱼。有两百。啊，讲是秋刀鱼，你要扣蛋，我看到几个是秋刀鱼。那个庄孝伟，彩云招。他没有去做脸呐、啊，他只是比较少出去跑啊。你说列兵被他背啊？哇，嗯，不会修了，不会修。